三游之间穿越的安打，在满球数的情况之下，一的五夺把球要投进好球带，范国成出现了安打。关键就是刚刚前面那一个球选掉哦。嗯。现在换上代跑庄伟恩，打击轮到的是国辉。那现在国辉所代表的就是制胜分在打击区上了。今天是三个打数没有安打，那昨天对中信的时候打出过全垒打。长打哦，庄伟恩的脚程当然跟范国成是不一样的哦。对，他到二垒前的时候呢，稍微顿了一下，因为他也怕被外野手接到。是。那等到确定中右都没有接到之后，他开始加速。对的 ，closer 都救援失败。哦林孝成没追到。跟董炳轩呢，两个人几乎都到附近的位置了，但是呢都没有接到。然后确定两位外野手都接不到球之后，庄伟恩开始加速。那施进点教练呢也给他绿灯，他就冲回来得到了分数。那当然，庄伟恩手也必须说，原本的郭天信他是因为之前自打球，然后在前一个半局在二垒当时被带跑，是双方打成了2-2平手，进入到延长赛。